介绍一日双塔了，欧丽塔跟 Nikki。算了，没事的。那个，总之吧，我觉得对不起，我没有抓到。不要抓到。总之，你来了。来了，会来了，金照不是啦。现场所有的同学，还有隔壁班的同学，大家好。帅哥。跟续聊住在世事终身的哇，可惜可惜，以为是真的，什么可惜啊？还没有写出来啊。就是呢，我觉得呢，我非常适合当班长，因为我不只会当班长，我还会当市长。该不会是模仿？这个大佬，我是台北市长。哦，老张。演过了，演过了，招。我懂你的感觉，不要慌。我想这样了，今天要介绍一日双塔了。一日双塔有什么？欧丽塔跟 Nikki。算了，没事的。那个，总之吧，我觉得对不起，我没有抓到。不要抓到。总之呢，就是我非常非常适合当班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上课，不管是我们班的，或是隔壁班的所有同学。我都请喝饮料，而且是喝饮料的无疑。谢谢大家，而且我连自己的奖杯都准备好了，所以希望我可以当选班长。谢谢。昨天在大创买了39块。怎么啦？太烂了，我觉得我要认真讲。真的啦，讲我只要跟你老公讲话。屁蛋，你放放正机都在这里。没有，他们只是一起整牙，你不要讲。还没有整。还没有整。你们带他出去。一定可以把到女生，因为你看他长这个样子，女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这个戒心，而且他又很常穿女装，然后加上男生出去的时候，不是通常，比如说那个千金他同学，千金他同学，你出去的时候，你旁边可能要带一些小喽啰，你如果小喽啰太帅的话，那个女同学就会被小喽啰拔走，但是你带他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小喽啰会被他吸引，因为他优点第三，他很会无用的才艺。他有很多很好很可爱的小才艺，这样，对不起，所以他可以用那些小才艺吸引女同学。你赶时间，等一下结婚。请问你是女才艺不能留下来吗？什么呀？结婚的，你要表演好了。对，可爱的小才艺。因为他刚刚有讲到说，我一个无用才艺，无用。这个无用技能呢，最近的我呢，又精进了一些自己无用的技能。对哦，对，所以我这个等于平常生活都一直在思考。来，想看？哦哟，快点，没有时间了。好，这个我要为各位来表演一下，我可以在。一秒钟绑完一双鞋的鞋带，绑完一秒钟，两只脚一秒钟，一、二、一、下注，一、二、三，绑完。有吗？秒绑，有一秒内吗？你每天都会在校门口帮大家绑鞋带，对，只要我当选班长，我每天帮大家绑鞋带。哦，好了，谢谢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来投票，第一位参赛者草率同学，大家觉得他可以当班长吗？可以的话，请。举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票，八票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会选他呢？他会打你，他想要被霸凌。对啊，他抖哎，真的，而且我只打你一个，对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票。太多了啦哦，好多人敢选哦，班长好，完蛋，班长好。接下来下面一位，好丑，请举手，觉得他可以当班长的只有一位，两位，三位角落同学，好难，快少跳了，角落同学走。三位，千金沙同学，千金沙来了，选这个绝对对了，请举手，又有钱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票，隔壁班还在算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票，因为那个九折同学也举手了，13票，过半，投诉过半，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都很苦恼的样子，不讲哎，你完蛋了。
九哲同学，大家觉得他可以当班长吗？他很会唱歌哦。可以，好听啊！二三，疗愈啊，早上举起来，九，他可以保护你们，十票，十票。好，接下来昌博同学，他可以当班长吗 ？OK， 好，班长保护我们。一二，隔壁班的同学，五，神之子啊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你不能选自己的，哦，十一十一票，十票平手，对哦，要班长也不班长的啦，好棒，同学。他可以当班长吗？请举手。开心呢。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、九票、十、十一。哇，有恭喜！哇！阮南同学可以当班长，请举手。哦哦哦哦！不行，这样可以。太冷静。你那个声吼可以吗？对。他可以当健康小老师啊。他脾气太不好了。最后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一个。吴银同学，大家觉得他可以当班长吗？请举手。一二三四。哦，我啦。七八九十。对啊。一十二十三。助选员同学，助选员同学，我真的今天很后悔来帮他助选，我真的当面想说无地自容，我好丢脸啊。可是这样十三比十三票，十三比十三票，最后无赢十四票，他这么烂的才艺，他就当选呢。我当选了，所以第一票冠军是无赢，恭喜你，恭喜。以后我会帮大家，就是每次只要鞋带掉，我都会帮大家绑鞋带。你答应大家了，你答应大家了，答应大家了。鞋带，鞋带掉，鞋带掉，哎呦，鞋带掉，鞋带掉，鞋带掉，绑好，绑好，哎呦，鞋带掉，哎，绑鞋带，鞋带掉，鞋带掉，鞋带，鞋带，哎呦，绑好一个，哎，这边一个，绑好一个，哪里给我鞋带？对，吴尊，吴尊，下课了，吴尊，吴尊，妈妈，吴尊，哎，吴尊，吴尊绑鞋带。什么、啊？好了好了，恭喜班长，吴颖。好，坐好坐好坐好。哦，能先侧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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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他嘛？侧面。好，然后预备，帮我们示范剪刘海。对，剪刘海，我帮你拿。哎，头太高一点。那眼睛，那眼睛看哪里？因为有时候在剪课的时候，我站在前面，他们就不敢看我。哦，对，只敢看下面。对，然后他们就看一下，我就说来。头抬高，然后我要剪的时候，他又不好意思，还有头低低。我说等一下，看这边，看姐的胸部这边可以吗？你就这样直接讲就我啊？真的、哦，每天都会来剪，都是比较熟的客人，熟的客人才会啦。就是弟弟啊，就开他们玩笑，他们很开心。对啊，哎，其实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告诉你，其实我刘海有点状况，老师也想剪刘海，老师不要了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留刘海，只留刘海，后面还是光的。